健康厨房，欢迎洪师傅。嗨，王姐姐你好。嗨，欢迎大家好。请量一下百元大餐，今天洪师傅要给我们介绍什么菜呢？沙茶茄子。好的，我们来看一下食材有哪些。好的，茄子两条，辣椒两条，九重茶，安尼。然后对心血管疾病的人呢，也可以预防。然后呢，再来就是如果有便秘。有便秘习惯的人呢，就尽量不要吃太多，这样子好。啊，过来吃茄子哈。嗯。较袂像乌斑。哦。嘿。较袂有乌斑哦。较袂氧化啦，较袂氧化。对，我需要，我需要。啊，不然你逐天晒日吼，然后晒晒出黑斑来了这样。我即摆晒到你即摆真诶，你拢会使去东南亚去啊啦。做冰妹吗？好。这帮人洗好了，好，然后开始来下子了，这里哈，这里给切滚刀块的哈，滚刀块哈。好，切一块一块的。啊，这里炸茄子哈，最主要是要油温要够。哦。油温呢，不够这里洗呀哈，炸起来也变黄色。哦。还没煮高。不玩那温哦，观众朋友有没有听到？对。炸茄子的时候呢，油的温度一定要够，不然茄子会变黄色的。啊，对啊，像伊迄烘在桥啊哈，用烘的就变黄色诶。你搁知？诶。我有看过他们烤茄子啊，也有这种吃法嘛，用烤的。哦，好内行呢，很专家哦。啊，不怪你嘛。跟洪师傅学，真的。普罗的煮熟人呐。真是很荣幸了，来做位这个好的节目吼。今嘛吼，新型的这个鼎吼，来做这个料理足紧的，这油的黏米都烧起来吼。差不多油温在180度。180度的油温。现在160度以下吼，蒸起来，你看呐，也变黄色去啊，袂水，擦起来袂水。啊，这个高山茶香啊，是这个配的味道啦。把那沙爹蕊，啊个这个辣椒蕊，啊皮皮都炒出来了，足香的了吼。啊，你现在这个试看卖下咧，好安尼，好安尼。看会不会变颜色？啊，炒颜色好蕊啊啦，嘿，安尼好，好，好，哈哈哈。啊，这里啊哈，安尼好，一个左手的哇，哦吼。对。这就是讲哦，色水袂少照色去啦。真正呢。啊有啊，吼。还是紫色的。对，所以油温不够吼，去起来就变得叫做黄色去啊。啊，就凹色就不好看咧。啊，你看哈，紫色你看哈，四角你看哈。啊，过有咱这个店，你加压过很快，哦，火烧脆点了，那么就好啊，你看，啊，变色会使的哈。所以要做出一道好料理，其实跟这个器皿哦，真的很有关系。你看，我夹起来轻轻松松，你看哈。好，安尼好。紫色的耶，哦，真的是不会变颜色。再来哈，用辣椒下去哈，辣椒下去哈。啊，这个火吼，稍微禁掉一下哈，安尼较袂叫臭味大去哈。好。搁再来哈，咱就沙爹下去，沙爹吼，大油头加哈，一匙安尼哈。啊，这小蛋的，过来放下这个四蚝油的。四蚝油哈，四蚝油的哈，四蚝油的安尼。大概差不多，咱的啊，停息啊吼，这个一小时安尼吼。好。过来吼，这里。哎，放下水嘞，放下水嘞。好，看看咱这个啊，火养的这个哦，这个机器哈，这水来吼，啊，佮较好食。稍微佮捞散一下吼，啊，捞散了吼，佮再来，咱的这条做香菇粉，一匙就好安尼吼，安尼。好，啊，再捞散哈，捞散了，差不多这个。味拢出来，这个胶啊都放落去啊，吼，这个直接下去吼，好，啊，你有闻到迄个这香味出来吼？我又被辣椒，啊，又被辣椒，你加香啦！我一直在忍住不要咳嗽。好，安尼好，这么好，我们加一点的那个，这两只啊，差别会多一点哈，来快点芡的哈。我现在真的想到，我平常在家。都会把茄子炒到最后会有点黄黑这样子。啊，你看，不是吧？你看，这个出来还是紫色，很漂亮的颜色哎。哇，又是一个很下饭的菜。这嘛提供
这个这油温的问题，这哪里都会都好。其他菜都水当当了，这安尼就是专家级了啦哈。对。好，赞。看到没有？要追求我的男士朋友，买这个锅子送给我，我就会很开心哦。那我很喜欢做菜。哈哈，真的，我们节目已经很红了，过年已经爆了。好了，我先吃一个，忍不住了，真的好棒。你看都没有那种暖气，无一般给你擦那会黄黄啊、乌乌啊。你看这颜色还这么漂亮。麻糍球啦，嘿。麻糍球。你讲嘛，才有弹性啊，你。很烫哦。准备白饭。白饭啊。我买白饭了，好好吃。太好吃了，谢谢洪师傅给我们介绍这个，哇，好好吃。喜欢加了，喜欢再公布出来了。炒茄子太好吃了。洪师傅跟我们观众朋友讲一些话吧。好，观众朋友啊，大家来用素食，吼，这个顾身体啊，做环保。啊，搁在咱下面广告后了，咱后边搁真好个咱个节目啊，请咱唔好转台哦，继续甲阮看落去哈，谢谢。